你在图片上看见了什么？火焰。火。火。喝我。喝我。火。喝我。喝我。火。火的笔画是点、撇、撇、捺。火是独体字，火，火。小朋友，你能用火组词吗？火焰、火把、火热、火锅。你能用火造句吗？他气得火冒三丈。小朋友，在这一幅图片里，你看见了什么？风，风，风 ，fng， fng， 风 ，fng， fng， 风。风的笔画是撇、横斜勾、撇、捺。风是独体字，风，风。小朋友，你能用风组词吗？刮风、台风、风景、风格。你能用风造句吗？台风带来很多的危害。小朋友，你在图片上看见了什么？电灯。电。电。的燕。的燕。电。的燕。的燕。电。电的笔画是竖、横、折、横、横、竖、弯、钩。电是独体字，电，电。小朋友，你能用电组词吗？电视、电锯、电梯、电池。你能用电造句吗？我刚买了一台电脑。